What?为了避免碰撞，他是觉得什么呢？就是蓝色方本身在上路的猴子打得会比较强势，是吧？然后但皇子现在和男枪的等级差已经出来了，绕后一波，蓝色方的小兵比较多。这个线还比较的深入啊，推的啊，血量也很不健康，而且一技能已经交掉了，这个位置很危险，身上有闪现的，看一下这里先平 A 粘你。EQ， 哎 ，EQ 闪预判了一下对方的闪现，但是没有想到。但是这里的眼睛做了很多啊，这个眼睛是看到了小天，看到了，但是这个上面还是过来打小段，这里平 A 先控一下刘青松，刘青松这里先交出自己的一个闪现，赖在这里闪现跟伤害，但是伤害够吗？这里够的，先杀掉刘青松，同时 Dubi 也来到正面战场蓄力一个嘲讽。哇，赖特这里好凶啊，上去强行去杀刘青松，旁边皇子也赶到战场，先被去这个重拳给冲了一下，皇子没有一个一颗的空间了，因为残疾。旁边 Dubi 路遇一个 Maple，皇子在旁边被睡到了，但是这里自己点醒了 EQ 逼出了 Dubi 一个闪现，嗯，但小段这里闪现直接跟大招，后续没有人可以跟得上，距离有点太远了，反而是 Light 这里非常的危险，切了一个断破之后疯狂吸血，再给到一个青灰焰，你回了一口，但是小天这里还是一发大招带走对方，还是做后续的追击，刘金松勾了一个强体想走，后续皇子要等下一个 EQ 了，没破还在不刘金松这里要卖掉自己了，反手一勾逼出了一个小段的一个金身，皇子再接 EQ， 逼出了林伟强的一个 E 技能，林伟强还在不停走，进化解掉睡眠，那么好压，嗯，看一下啊，女坦走得过于靠前了，自己有个 W 的盾，暂时还是比较肉的，嗯，视野卡死的这种情况下，哪怕方 plus 他有加里奥这种存在，其实也是不太好这种支援的啊，哎呀，女坦的位置其实是显得有点嚣张了 ，Maple 虽然说在旁边，感轻微叶宁被金城所躲过，一个大招也没能命中，逼出了 Grace 的一个闪现啊，看看这波小天是被皇子一个天崩地裂坐住，但是随后拉开，可能在自己的坑中开启了一个金身，很好，这波先进去，加里奥英雄登场救一下自己，旁边小段一丝血拉开，反倒是猴子率先倒掉了，林伟强自己一丝血也被收掉，左一拿到这个人头。错了，杜云贝的一个大招，但是成人时间现在不太好去做释放，这不是一个追击性的技能，泰坦一个钩子勾塔下，旁边进行了一波五包二，女坦越塔的时候自己先死，但是还是没有问题，红四方还是可以拿到这四个人头。也算是以抢代班，不然对面这个阵容拿的话会更加难以处理，这里再一次睡到泰坦是拉 Q 拉开身位，但是这里还是被打到了，同时身上被挂了点燃的话，没跑收下刘青龙人头，但是这一波小段因为卖的太过于深入，也是熊熊也是出的一个全肉装闪现过来，想要留 W， 这里嘲讽到了左一，左一原地交出自己的金身，规避掉猴子的第一段大招，但是二段大招怎么说？虽然说交出了自己的闪现，但是还是被控到了，猴子拿到了一个杀档的一个人头，而赶来救场的熊熊能走掉吗 ？EQ 过去 ，Q 技能，哇，二段没炸到。但是猴之前猴子是常年冷板凳，现在是变成版本 T 一。是。嘲讽到两个人，猴子给大招，然后 Maple 叫一个闪现出去，但猴子还是有第二段呀。哪怕打了个折返跃迁，左一还是要死。而且这一波熊熊他的一个枪也不是特别好，他是一把通臂，也不太能够跟输出。旁边猴子伺机而动，想从侧翼去切，但是 LNG 视野做的是非常到位的。Dubi 在下路带线，随时准备支援正面战场。这里刘青松想要直接开闪现过来，直接给控制给 Light， 有人可以跟伤害吗 ？Light 这里血量下的特别的快，这波汉子哥的一个进场直接切到了对方的一个 C 位 ，Light 这里已经先行阵亡了，而在后续的一个大闹天宫再次击飞起对方两个人，熊熊这里残血只能落荒而逃。
后方赶来的毒硬币一个正义罡风是刮到了对方残血，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对面中塔一拔，下路又没有塔的情况下，左翼就能发挥了。看一下这一波过来想要抓沉沦时期，大辽英雄登场直接留徐若也给上蓄力嘲讽，嘲讽住了，那这样的话没了，拿到一个杀当的人头，950块钱的一个高额赏金。嗯，后续闪现他们又再一次嘲讽到两个人。同时这里还能再做进行的追击吗？左翼是反手受到了这个加辽的人头，红色方有波反打，这是小段这个开十一杠尾是把点漏子飞起，看看控制刘青松，刘青松也有个反甲，同时红色方蓝色方现在开始了疯狂的拉扯，左翼 Maple 一个人在下面以一敌二疯狂的拉扯，看看啊，自己还有一个催眠的气泡，包括飞星，但是没有做后续的追击了，因为小段的女坦真正能留人的这个人已经被打残。嗯，风龙魂，再看这波，这波是沉沦时期。自己装备比较好，起了杀心，但是他在这种位置其实是给了对方抓单的机会，因为毕竟对方是有加里奥的。然后毒硬币这波开的是比较果断的，但是林伟翔第一时间是在上半区，不好跟，对，没人可以跟伤害控，但是因为没有办法直观的威胁到防御塔，所以这波还是要撤，要强行开。反观熊熊这里想强行的去留人，沉沦时期也到旁边沐浴了一个毒硬币，毒硬币对他来了一波嘲讽。沉沦时期和自己的队友脱节了，对，真猴子现在打起了一个塞拉斯，塞拉斯率先被秒了，旁边刘金松和熊熊两个人缠斗在一起，在屏幕的左侧旁边勾到了一个熊熊，熊熊又被伸出来弹炸起来，自己一丝血身上都被套了一个引燃男枪，再给他一个大菠萝，一丝血最后 EZ 给了他一个普攻，他连续两波的一个阵亡，其实对他的节奏来说也比较难受。对，就汉子哥加上毒硬币两个人，正好是把他留住了。是。然后这里爷父两个人缠斗也打不出来个花花。最后一丝血是被 EZ 的一个平 A 收掉。来说肯定也是必接的，3000多2000多，这个方 plus 全员而入，想去抢龙，能不能抢到？没抢到，龙魂就打了下来，熊熊被打残，熊熊有个天崩地裂，想继续做一个小林，自己在一个闪现上去不如龙坑，自己在屏幕的下方一丝血，还是跟他缠斗的气，熊熊还活着。同时正面红四方已经一波摧枯拉朽，先斩一个猴子，再斩一个男枪，泰坦也倒，最后剩一个毒云币，毒云币也抵挡不住，沉沦时间再次拿了一波 triple kill。ADC 发育实在是太好了，是啊，毕竟是有一个经济上 LNG 这里的领先。看一下这波的回放，第一时间汉子哥这里想要进场，控是控到了，此时此刻你看 Light 已经是快不行了，但是他后续拉开身位之后又躲掉了刘青松的钩子，疯狂走位，然后身上有个前排打不太动啊，后面有一个绕后的猴子，这波绕后这简直让我想到了 AJ 草丛好吗，一个远见改造先去闪现去开 Light， 再接一个英雄登场，但是没能成功做起 Light， 这波输出位置非常不错，轻微眼睛虽然说打空了，但是他还可以敞开继续输出，先一个营业的爆炸带死了猴子，还有个金翅膀的苏云碧，这波 Light 已经进入他的收割节奏，苏云碧应该也走不了，女坦接一个 Q 技能再接一技能将其留住，苏云碧死前换掉了女坦，但是自己还是要被收割，那我们要根本就走不了。恭喜 LNG 可以一波带走方 plus， 完成了一波让一追二，恭喜 LG。 最后一波方 plus 确定确实也是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雨，恭喜林甘敏赢下了今天的比赛。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 Maple， 先跟他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Maple。 欢迎 Maple 选手，首先还是要恭喜你们拿下了这个赛季的首胜，现在心情如何呢？就挺开心的吧，而且对手也挺强的。对手挺强的，所以说有没有在赛前有想过可以赢下今天这场比赛呢？毕竟是我们去年的冠军战队嘛。就昨天的话就训练赛状况还不错嘛，就觉得今天应该有的打，还是挺有信心的。那在第一局失利之后呢，你们是非常快的做出了一个调整，刚刚解说也是在说嘛，你第二局是选出了一个强开的阵容，有非常多的控制，为什么会这样子调整呢？因为对面的女枪没有位移嘛，我们就想说选一些强开的来跟他们打，而且方 plus 的话也很喜欢跟对方打团嘛。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也导致了你们第二局一直去针对女枪嘛，因为可以看到你们每次都是中原两个人一下就跑到下路把对面的女枪杀死了，有点像之前方 plus 的一个套路。
因为塞勒斯的话前面推不过加里奥嘛，我就能一直游走。嗯，你那一把的加里奥真的发挥得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版本呢，我们可以看到加里奥包括卡牌这一类的英雄可以说是游走很强的英雄，也是非常的吃香嘛。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英雄在这个版本怎么样呢？只要对线挺过去的话，其实给边线的压力都挺大的，所以感觉就你只能在线上想办法把它压制住它，所以在对线期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第三把的时候可以看到你是拿出了佐伊来对阵我们独硬币的这个加里奥嘛，那你觉得在对阵加里奥的时候要怎么去打他会比较好的？佐伊的话就祈祷一下那个星星多一点星星就是抽奖抽的好一点是吧？星星多一点就很好打你在那一把的对线期也是非常的强势的，那么在第三把局势非常领先的情况下，其实你们稍微有一点着急，沉沦时期是开了两波有点着急的团战嘛，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他打的有点上头了吧，然后我们就送完两波之后就叫他冷静一点，不然要被他送没了当时他的确是非常肥的一个状态嘛，可能稍微有一点的上头，但是当时你们在奠定就胜局的一个团战嘛，当时那一波龙魂团的时候是打得非常棒的，当时两个比较撕血的人嘛，当时已经感觉快死掉了，但是你们还是打了一波非常完美的团战，是怎么去处理的呢？主要他们就只能开战嘛，那我们厄斐罗斯其实已经满装了嘛，就保持他不死我们就会赢。没错，这波团战你是打得非常的不错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问到，因为士气对于一个队伍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嘛，那么赢下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对于你们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提升，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就让我们团队更团结一点吧，就希望我们能越打越好这样。希望可以越打越好，也期待你们之后的表现，再一次恭喜你们，我们现在稍事休息。